世音菩萨有求必应，所以希望你们一定要相信观世音菩萨，好好修心，你们走到今天全部都是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的，否则你们还会有很多的人间磨难，所以希望你们好好改变自己，好好修心。比较有钱的富商叫张琴，在郊游的时候遭遇了车祸，但他只是划破了表皮，他将撞坏的车送到了修理厂。他突然想到父母亲的家就住在附近，他很久没有回家看看了，于是张琴回家住了一个晚上。离开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西装上面破损的地方已经被母亲密密麻麻的针脚缝了好了，他有些感动，但有些不以为然，因为他有的是钱，这衣服回去他就要扔掉了。但是张琴工作太忙，依然穿着那件补过的西服，在各种场合还谈成了一笔久拖未决的大业务，一直忙到晚上，他把西装扔进了垃圾桶。第二天早上，那笔业务正式签字，客户问他：哎，张总啊，你昨天穿的那件破损的西装怎么今天没有穿呢？他不好意思地说：啊，我换下洗了。大客户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可能不知道吧，我们能跟你签约是因为你身上的补丁啊，从小小的补丁我们可以看出来你是一个艰苦朴素品德好的人，无疑是我们最好的合作伙伴。张琴回到家，从垃圾桶里翻出那件补丁的西装，洗了洗挂起来。一天早上，他刚要去上班，张琴家里来了两位警察。原来上个礼拜有一个大款被绑架，还被撕了票，绑匪当晚就被抓获了。审讯绑匪的时候，他们供认他们原来是想绑架张琴的，所以警察今天来提醒他特别注意。张琴吃了一惊，问警察：那他们为什么最后没有绑架我呢？因为你那天西装上的补丁。警察说：绑匪看到你西装上的补丁，推想你不像传说中那么有钱，因为有钱人不可能穿打补丁的西装。张琴一时感慨万千，没想到一个意外的补丁竟然救了他的命。警察走后，张琴拿出那件破西装，抚摸着上面密密麻麻的针脚，像个孩子一样，他哭了。母爱如一股涓涓的细流，虽然没有生，却能滋润我们干枯的心灵。平凡的母亲孕育着一份惊人的伟大，观世音菩萨
像母亲一样一针一线缝补着我们心灵的创伤，营救着我们烦恼病痛的灵魂啊。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我的恩师师父卢俊宏台长师父，感恩要给我们这个抽到号的师兄，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请师父帮我的先生看一下他的身体，63年的虎。你先生啊？对。哎呦，很不好啊，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是的，身上有癌细胞。是的，是不是的？菩萨已经给他救命了。是的，师父。本来就要走掉了。是的，师父。师父都去救过他。是的，师父。你做梦做到过不啦？是，师父。有的事情告诉我，师父到我的家里来了，看见了吗？是，你好好修了。是的，师父，我做了很多错事。你叫他也不要太难过了，要好好修心啊。是的，师父，这么晚才觉悟啊，人可怜不啦？是，明白吗？是，他过去啊太两肋插刀了。是，师父，对的。他哪怕得罪人啊，哪怕伤害别人，他都不管的，他就为朋友啊。是，对。听得懂了吗？听懂了。你要记住啊，菩萨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了。是的，是的，他抢救了10多天。我告诉你，现在是观地菩萨在照看他呢。感恩观地菩萨。我家里经常接莲花，经常打卷、经常打卷，还好啦，他救过一个人。人家本来一个人不知道要死掉也是什么的，他救了人家。他有过一次，但是他好事不是太多。是是，明白吗？明白。抢救了，他还有前列腺，你知道吗？小便不好。不知道。不知道，他自己都点头了，你不知道？他不会说话，一句话也不会说。他听得到。啊，对。不会说话，但是会发声音的。对。我都看得见。是。就是过去啊，嘴巴呀乱讲话，对，噪音了呀，对，讲了太多，所以不给他讲话了呀。对，师父啊，你好好念经啊。好，师父。来叫他一个个字发发看，我给他加持一下。可以，师父给啊。卢说卢得了得了呢。台长好。巴罗那，慢慢讲啊、菩萨，巴巴，菩萨，巴巴，卢台长，巴巴的，慢慢来啊，巴巴巴，卢台长。好了，给他加持过了。感恩师父。你说你叫他谢谢。你说谢谢师父。对的对。谢谢师父。好了，你就这么一点点培养他讲啊。啊。你不能老不让他讲的，老不让他讲，他以后讲不出来了。好的，师父。我现在已经求菩萨让他讲话了。感恩师父。所以你天天在家里要让他锻炼的。好，师父。还有你少吃点可以不啦？我呀。你吃的太多了。啊，好的，师父。你吃的胆固醇都高了。啊，好，知道了，师父。他的右手一点能有知觉，抬不起来，不会动。这是脑神经呀。啊。这里的脑神经坏掉了。啊，然后他当时有病的时候是右腿，
有病，但他现在的左腿这个大腿根这个地方又堵了。你记住一句话，一般的男人都是中风都是左边，他右边。对了，那是后来的。嗯，所以他的脑子里边还是缺乏血脉的流通。嗯，还有结节。我刚刚看了他一下，你们给他吃丹参片了不啦？没有。为什么？赶快吃啊！啊，好的，师傅。哎呀，人家多少人心脏要中风的人吃的都好了。好的，师傅。医生说这个人要中风的吃了丹参片都不中风了。啊，好，师傅。你赶快给他吃丹参片，我看他可以吃丹参片。好的，他现在好腿不敢走路，走就疼。而且我们到医院看了，他的左腿又堵了，腿根那个地方。知道，平时把脚给翘起来，好吧？好。每一天要跟观世音菩萨说，菩萨对不起啊，我忏悔啊，天天要讲。好。好吗？好的。好了，其他没什么，他是一个老好人，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啊，这个，人老心不老，嗯，啊，看见什么哈哈笑。是，还好你管着，你不管着他死了更快。嗯，师傅，懂吗？是，好了，嗯，好好的改毛病。好的，师傅，那师傅再问一个，帮问一个，那个15254的莲花是什么颜色？男的，女的？女的。15254。15254，白的。啊，他的业障多少？还好了，很少，24。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好了好了。好了，感恩师父，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我的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师父。谢谢。感恩，谢谢。自己业障自己背，不要师父背。他现在几岁啊？他现在几岁啊？他56周岁。我看看他还有没有阳寿。好。几几年属什么？他是63年1月19号属兔。他应该阳寿到73岁的。感恩师父，非常感恩师父。好了好了。感恩师父。谢谢师父。你讲吧，你想看什么？他的身体。男的女的？男的。看不出有很大的问题，它有两个部分黑颜色不是太好，一个是从这里到这里，包括后面，听得懂吗？懂。还有一个下来一点，小大肠肠胃这里到下肢，肝这个地方。OK。明白了吗？明白了。这两个地方让他呢非常的累，整天呢睡觉很累。而且呢想的很多啊，内分泌失调啊，人经常啊有颠三倒四的这种环节，就是经常会头晕晕的，明白了吗？对对啊，对啊。他以后能走路吗？可以。他的右脚啊腿关节啊，跟左脚啊不一样。对对对。啊、对。你去看他好了，他的左脚的膝盖以上这个地方发麻木，他现在并不是说他完全不能走，而且是主要是他这个关节和肌肉啊有点萎缩。对对对，真。You're so right。听懂了吗？懂懂。你可以帮他每天念大悲咒。然后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他身体好，他会好起来的。Okay. 应该可以走路的。Okay. 好吧。好。还要帮他泡脚。泡脚知道吗？知道知道。做一些按摩会对他有好处。做一些按摩、okay. 找一个人帮他腿啊按摩拉长一点。Okay. 真的会好的。嗯、好。好吧。没问题的，我看他还有3年。需要放生吗？需要放生。1300条。1300条。哎，3年之后腿就可以，叫他坚持下来走路。
OK， 好吧。OK， 好。吃丹参片。丹参片。好，非常好。好，谢谢。然后还有一个网人，女的，姓陈，尔东陈，妹子。陈妹子。对。什么时候走的？2014。陈妹子，2014。哇，很好的一个人哦。对对对。哦、好的不得了哦。哇，他怎么到这么高啊？他信佛吗？是的，信佛，对。哦，怪不得哦。哎呦，哎呀，已经在那个无色界天了。哎呦，谢谢。他信佛是吧？对对对。哎呀，像菩萨一样的了。走的时候好像有人帮他超度的，找人帮他超度的。对。哇，很好啊，很亮哦，谢谢。是你家人啊？对。哦，我奶奶。你奶奶是吧？很干净哦，非常好，可以做菩萨了。哎，可以做菩萨了。为什么要念小房子呢？人身上其实有两种病，一种是肉体病，比如外感伤寒、跌打扭伤等等，要看医生。而另一种则是灵性病，在医学上很难根治，因为它是由灵性引起的。典型的灵性病有癌症、肿瘤、精神类疾病，如抑郁症、自闭症等等。这些病只有把灵性超度走了，才有可能通过现代医疗手段有效治疗。人生的种种病痛与不顺，往往都源于前世的业障，所造的恶业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让我们受报。这时候就会有冤亲债主过来要债，可以让我们身体不好、事业不顺、家庭不和、学业不佳、发脾气、出意外等等。在用小房子超度走灵性后，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小房子是观世音菩萨赐给人间的法宝，可以用来超度亡灵、化解冤结、消除业障，从而帮助人们消灾改命，在人间就还清冤债，将来往生时才能超脱六道，到西方极乐世界或四圣道。有关念诵小房子的更多详情，请参阅《小房子念诵指南》和卢台长的最新节目录音。梦见要经者，如果梦见鬼压身、被人追杀、陌生人请客吃饭、被人索取或主动给予他人钱财物品，或现实中莫名生病、突然不顺利、发无名火等等，可以为自己的要经者先念诵7到21章小房子。如果梦见亡人，每位亡人至少念诵7章小房子。如果是自己的亲人，一般可以念诵21章。小房子敬赠处直接写亡人的名字。如果不知道亡人的名字，敬赠处可以写亡人和在世人的关系，比如某某某的爷爷，其中某某某为在世人的名字。如果曾经有过打胎、流产、宫外孕或做过试管婴儿，需要给每个孩子至少念诵7到21章小房子超度，小房子敬赠处写某某某的孩子。此外，有时女性会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流产，比如曾经服用避孕药或经期延迟等，所以一般念经后只要梦到有小孩要经，都需要念诵小房子超度。好，各位佛友，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呢说白话佛法啊，白话佛法。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都要懂得啊，心情是人的一种啊感觉，有的时候心情好了你感觉就好了，心情不好了感觉就不好了。但是要记住，心情不是人生的全部生命啊，但是呢他有时候呢心情呢却能控制你人生的啊大半的生命。所以心情好
有的时候什么都好，心情不好你的心就乱了，所以不要让你人生啊输给了你的心情。所以一个学佛精进智慧的人啊，我们常常不是输给了别人啊，而是啊输给了自己的心情。所以不要用坏心情来贬低了我们自己学佛人的人格和形象啊！有的时候你心情不好，让别人看到你的能力不足啊，因为会降低我们的能力，会扰乱了我们的思维，从而最后输给了自己啊！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学佛的人，他能够控制好自己的心情，能够处处明白我今天所处的环境和位置应该说什么话，我今天的心情不好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当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这样你就能控制好自己的感觉，生活才会处处的显示出祥和啊，生活本来不苦，苦的是我们人生的欲望太多啊！你看看我们今天要这个，明天要那个，后天我们又需要这个，又需要那个，心本来不累的，累的是我们放不下的东西太多太多。所以我们人生本来不苦，苦的是我们的心，苦的是我们对人间物欲的一种追求啊！所以人生就是欲望和所求的不断的增加和减少的一个过程。你如果对人间的欲望增加越多，你烦恼越多，痛苦越多。如果你对人间的欲望慢慢的学会放下，那么你慢慢的就会领悟到生命的真谛，因为这个世界的真谛就是苦空无常。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受了很多的苦，然后我们最后走的时候得到的一切都是空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最后我们又以一生的无常来总结自己，没有一件事情是长久的，没有一句话是长久的，没有一个思维能够长久，和没有一个行为你能够永远的拥有它。所以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基本上都不能拥有，所以对生命的深层次的意义就是让我们懂得苦空无常的真谛。我们要学会放下，我们要学会放弃和回归。想一想我们小的时候非常的可爱，想一想我们小的时候什么都是啊，叔叔阿姨先吃，哥哥姐姐先吃，这个我不要，姐姐拿，哥哥拿。而现在越长越大了，我们变得什么都要，我们变得什么都要跟人家抢，跟人家夺，跟人家争，哪怕一句话我也要跟人家争。这就是我们人生因为忘记了我们的本性和本来的面目，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回归本性，放弃我们人生的欲望。有一个性子特别急的年轻人到隔壁一幢大楼去看朋友，他来到大楼下面就是按下了门铃，冰崩冰崩，门铃响了两声，里面没有动静，这个人等不及了，马上就返回家。刚走了几步又觉得我从家里这么下楼
回去不甘心，又回到门前，冰崩冰崩又来了两下。这一次他一看还是没有回音，他没有耐心了，他等不及了，又回去了。他想一想，我还是回来吧，再试试看，说不定他在家呢。这一次当他刚把门铃按响，冰崩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的时候，只觉得脖子一凉，浑身上下被浇了个冷水透。原来他的朋友一直在家里，几次来开门，外面都没有动静，他怀疑有人捣蛋，就从楼上向下面泼了一瓢冷水作为报复。这样去按门铃的朋友会被飘一泼冷水，那么我们修改命运的门铃又怎么能不被命运泼一盘冷水呢？刚学佛的时候，我们希望一求就灵，一看菩萨你保佑我呀，怎么还没灵啊？啊，马上不学了，犹如刚刚种下去的稻谷，不可能马上长出生活的幸福，因为人的幸福和命运是需要等待着。尤其在命运的门前，你如果着急，灾难就像一盆凉水会从你头上浇到你的脚下。种因必定得果，不管善恶种子，只要你种下去，你一定会长出来。所以我们学佛人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你一定会得到真实的果实。记住了，喜欢好人，把自己就要变成一个好人，天天拜佛，就要把自己修成一个佛，并非拥有是幸福，记住，问心无愧才是最快乐、最幸福啊！